我们今天开始来探讨了欧阳修与北宋诗文革新的问题。那么这一章节所涉及到的重要的问题比较多，重要的作家也比较多，所以我们花两次课的时间来探讨这一章的内容。关于参考书目呢，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就是关于这些作家的别集的一些比较好的版本。那么有欧阳修全集，就是关于他的诗词文，包括了他所有作品的这样一个全集，大家可以去这个去参看。那么后面包括还有一些附录、一些评价。那么就是如果要研究欧阳修的话，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版本。接下来是关于梅尧臣的《梅尧臣集编年兼注》，这是朱东润先生的，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本子，关于梅尧臣的诗的集子，这个有一个编年的校注。然后接下来《嘉佑集兼注》，这是苏洵的《曾巩集》。再往后这两个呢，《王金文公诗兼注》和《王文公文集》，这是王安石的。现在王安石的本子呢也有新的这个比如说他的诗有新的兼注本，但是我感觉问题还比较多，所以实际上还是李泌的这个王金文公诗兼注，这是一个影印本的，所以就是看起来不大方便，但是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本子。接下来这个王文公文集呢，是一个包括文的这样的一个王安石的文集，这些集子大家都可以去参看一下。那么关于欧阳修与北宋诗文革新，我们要探讨的问题呢，就是有这样几个。第一个问题，上次课已经简单的说了一点了，然后我们上次课讲到了关于在庆历诗文革新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两个比较突出的文人群体。这两个文人群体呢，一个是洛阳文人集团，那么它的成员主要包括欧阳修、梅尧臣，还有梅尧臣的这个他的七兄，他妻子的哥哥叫谢绛。谢绛其实也是当时在初期的时候，北宋前期的时候，参与欧阳修他们这一批人的文学革新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但是他呢，因为去世的比较早，而且他在创作实践上的成就不是很大。然后还有尹珠，尹珠主要是在文的上面，欧阳修向他学习文。那么这是一个文人集团，这个文人集团呢，是以就是它是以地名命名的，洛阳文人集团。但是它主要不是体现的不是一个地域的特色。他们为什么叫洛阳文人集团呢？因为当时这些人都是在洛阳任职，所以他们是这样的一种地缘的关系，跟那个江西诗派。那个江西的得名呢，是因为就是主要的成员都是江西人，跟那个是不一样的。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担任这个洛阳留守、西京留守的是谁呢？是钱惟演。那么钱惟演这个人，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了，他是后期西昆派的一个代表。西昆的文，我们说过他是这些新派的人物，是欧阳修他们要革新的一个对象。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当时这些人的顶头上司啊，就是钱惟演，他对于欧阳修、梅尧臣他们的文学活动却是抱着一种宽容的态度，这个相处的还挺愉快，这也算是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比如有一次欧阳修、梅尧臣他们就到外边去聚会，然后聚会吧，后来天色已经特别晚了，他们下山也下不了了，然后第二天还要上班，怎么办呢？然后钱惟演就还派人给他们送了好吃的来，还告诉他们说没关系，明天不着急上班。所以就是对他们是一个很宽容的态度。另外一个文人群体呢，就是苏舜钦、石延年、张匡平这一批活动在汴京一带的文人团体。这两个文人群体都在积极地推动体现着宋代新风貌的诗文的形成。比如就文来说，在洛阳文人集团当中呢，欧阳修曾经向尹珠学文，就是钱惟演他曾经在他的府中起了一个双桂楼，然后让欧阳修和尹珠来做记，就是记体文啊，亭台楼阁记，这是散文当中很重要的一类。
那么这个钱惟也让欧阳修和尹洙来作记。欧阳修的这篇记文呢，大概有1000多字，可是尹洙的只有500多字。那么欧阳修就扶其简古，就是说他认为这个尹洙的这篇记文很特点是简古，他很佩服，于是他从此开始向尹洙学习，开始了他的这个古文的学习和创作。这种追求简古的手法，可以说正是对骈文那种繁缛的堆砌的那样一种特色的一个革新。后来欧阳修最著名的名篇散文名篇《醉翁亭记》，据说有人看过他的手稿。本来呢，那个开头啊，他是说说这个滁州四面有山，然后接下来他用了几十个字来描述，进行这个描写说明。可是最后改定，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中学的时候都学过《醉翁亭记》了吧？第一句怎么说的？对，环滁皆山也，改成只有5个字了。所以这个例子，它既说明了欧阳修是怎么样精心的锤炼语言行文布局，同时也正说明他修改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尹洙式的那种简古，而不是繁缛。这是就是在文的方面。那么在京东文人群当中呢，苏舜钦和他的哥哥苏舜元，还有穆修，包括这个石延年，比欧阳修他们是要更早的开始了古文的创作。那他们的这种创作，虽然在当时骈文非常流行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是遭到了不少人的嘲笑，认为他们是不合潮流的、不合时宜的，但是这也正是先行者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我们现在的文学史的给他们的评价就是，他们是开风气之先的。这是在文的方面。就诗而言，这两个文人群体呢，他们先是各自的创作，然后各有各的风貌。比如说这个洛阳文人集团，他们在诗歌的创作上普遍的比较平淡舒缓，有这样的一个特色。而京东文人群呢，他们就比较豪俊雄放，就是他们各有不同的一些风貌。然后到了庆历之后，这两个文人群交往开始逐渐的增多了，互相的唱和，于是他们在这个诗歌观念和对待诗歌传统的态度上就形成了很多的共识。然后又加上他们都是处于同一个时代，他们有着共同的社会政治的一个背景，所以体现出种种新的追求的庆历诗歌的共同特征，就以这两大文人群为基础，然后再扩散到整个的文坛上，形成为整个文坛的一种普遍的风气。首先在诗歌传统上，这些诗人呢，这些庆历时期的诗人发现了杜甫的意义，初步确立了杜甫的典范地位。像宋祁，包括苏舜钦，还有石延年，这些人都是抄写过、整理过杜甫的诗歌，向杜甫学习。那么他们在整理杜诗的过程当中呢，对杜甫这个人，包括他的诗，有了越来越深刻的体认。那么就开始对杜甫的诗歌艺术进行全面的研究和学习。那么我们说这个时期，庆历时期，他的诗风革新是以确立宋诗的基本特征而取得成功的。但是这个宋诗的基本特征，它不是对前代传统的割裂，那么它正是实际上正是在学习杜诗的基础上形成的。杜甫呢，也就因此成为宋代最重要的一个诗人典范之一。这是一个方面，在诗歌传统上确立了杜甫的一个典范地位。庆历诗歌的特征，它的主要特征，我们简单的来概括的话，它是有景实古重和一心与功这样两个特色。景实古重，那么它主要就是指的庆历诗歌的那种关心时政、关注现实问题这样的特点。一心与功，那么它包括意和语，也就是内容和形式这两方面的要求，简单的概括是一心与功。
那么它所形成的具体特点包括哪些呢？比如说在这个立意命笔还有章法布局方面，追求一种思深笔折。就是你得想得深一点，你不要太浅了，你不是仅仅是一种这个主观的直观的情感的抒发，你应该有一种比较理性的精神，一种比较深刻的思智。所以就是在立意命笔章法布局上要追求思深笔折，然后语言上呢是要出新的，要避免那种陈词滥调。但是这种避免陈词滥调不是像韩愈那样，我们说韩孟诗派他们也是要出新，要这个避免陈词滥调，但是韩孟他们是苦吟，他们是这个走向怪奇显怪这样的一个方向，而庆历诗人他们在语言上是要出新的，但是语义上要追求流畅，要平易流畅。所谓诗也好文也好，我们说宋代文学的基本特点，它是要易道易晓啊。那么在诗歌的语言上也是这样，要追求一种畅达流畅。在精神上它就是具有一种这个理性的思索和人文的关怀，这一点也是跟唐诗不一样的。这些特征刚才讲到的，在立意命笔，在语言上，在精神上所体现出来的这些特征，它就体现了庆历诗人他非常重视诗歌之意，所谓这个以意为主。这一时期的诗人，比如说刘班，他在中山诗画，刘班是欧阳修的学生，他在中山诗画里面就非常明确地提出要以意为主，那么重视诗歌之意，然后要切于实用，就是要切于实用这样的一种诗歌观念，以及在创作上呢，所谓要不随人后，就是要强调一种自立，自成一家，体现出这样的一些特色。于是，跟唐音截然不同的这个宋调，它就开始初步形成了。欧阳修这一批庆历诗人呢，他们是在对《西昆体》既批判又借鉴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形成了宋人自己的诗歌风尚和审美特征，完成了诗风变革。这是关于第一节我们对于庆历诗文革新的一个简单的概述。第二节呢，要探讨的是欧阳修的诗文成就和他的影响。那么当时的这些文学的革新要取得成功，在中国文学史上这可以说是已经是经验之谈了。如果这个革新要取得成功，不仅仅这个领袖人物啊，他不仅仅得有那种理论的前瞻性，同时他自己在创作上也一定要是有成功的实践的。韩愈、柳宗元是这样，那么欧阳修也是这样，他领导北宋诗文革新，使北宋的诗和文都走上了这个自成面目的这样的一种健康发展之路。那么既是理论上的成就，同时呢他也非常善于把他的观点向他的学生表达，使他的这个追随者非常的多，同时他自己也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典范，就是他自己的创作成就是非常高的。散文史上我们都知道有著名的所谓唐宋八大家，那么唐就是韩柳，宋呢，宋六家，第一个就是欧阳修，这是在散文史上。宋诗呢，北宋和南宋都有四个字的并称，北宋是叫欧王苏黄，南宋我们有所谓酉阳范陆四大中心诗人啊。那么这个欧王苏黄相对来说比酉阳范陆它的影响要更大，因为它是创立者，它是宋调的开创者和确立这样的一种特色的一些最为重要的诗人，所以这个所谓欧王苏黄在第一位的又是欧阳修，接下来这几个都是他的学生了。
所以他就被视为是一代宗师，非常的受人敬仰。我们先说说他的文，欧阳修的这个文章创作啊，可以说是这个文备重体，在各类体式的文章创作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古文成就的取得，既受到了韩愈散文的直接的影响，这个是非常著名的一件事儿，就是说他曾经在别人家里面的那个旧楼宽里找到了韩文旧本啊，那么他认真的读了这个韩愈的文，非常的赞同，并深受影响。从此以后，他也是实际上是沿着这个韩柳的古文运动在发展。他是受到了韩愈散文的直接影响的，但是他又纠正了韩愈的一些欠缺和不足之处。我们都知道，这个韩愈他是推崇文以明道的，那么他在这个理论上哈，似乎是有重道轻文这样的嫌疑。然后在创作实践当中呢，韩愈他又偏于文辞，强调所谓为陈言之务趣，所以这种辞弊己出啊，这种他走到极端，甚至发展到一种怪怪奇奇这样的倾向，所以这个在理论和实践上似乎都有所偏颇，而欧阳修呢，正是纠正了他这种理论和实践上的偏颇之处，他把文和道是放在平等的位置上，并且强调说这个道不是空洞的道，他非常反对那个当时的那些人喜欢空言明道，空谈性理。他说这个道不是空洞的道，而是体现在作家的修养和文章的实用性上。对于作家的自身的修养非常的强调，同时呢，这个是要切于实用的，强调文章的一种实用性。然后在文辞方面，欧阳修他是抛弃了韩愈的那种奇险深奥的倾向，而是继承了他的文从字顺的这一面。他在给后学的信当中，欧阳修他就是通过这种书信交往啊，那么就是把他的这种理论，把他的观点，就是告诉这些后学，传播他的这个关于古文的散文的一些理论。比如说他在给一个后学的信当中就说，要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这就是正是强调说，你要自然为文，你要流畅通达，要切于实用。这是欧阳修对于韩愈既学习，同时又纠正了他的一些偏颇。然后他在宗韩的同时，我们刚才又讲到，他是还向尹洙学习古文，还跟当时的那些道学家、古文家，像石诫呀，像这个穆修啊，范仲淹啊，苏舜钦啊，跟他们互相的交流，互相的切磋。所以正是在这样一个广泛学习、多方取法的基础之上，欧阳修是把古文的那种艺术特色和它的实用功能能够有机的结合起来，就使他的文具有一种深刻的现实性，但是一定又是有非常高妙的艺术表现特征的，有一种风广的这个意蕴内涵。那么他所形成的那种平易自然，那种婉转流畅，徐徐委婉，这些都是对宋代散文影响非常的深远。最能体现欧阳修散文的那种实用性的、现实性的，应当说是他的政论文和这个史论文。他所体现的特色呢，往往议论上是非常精切，然后那个感情又很充沛。这一点我们在中学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中学还有没有学他的那个五代史灵官传序，像类似于还学吧，类似于这一类的文字，你读下来你就知道，那么像《醉翁亭记》那一类就不用说了，那个本来就是抒情性比较浓郁的。包括像这一类的史传文、议论性的文字，它都经常是感情非常充沛的，呜呼，怎么怎么样，
啊，于是那些这是文人写史啊，那个《新五代史》和《新唐书》不都是欧阳修他来编撰的吗？那么这个文人写史就被那些客观理性冷静的那些史家啊，经常就有所批驳啊。比如说说到欧阳修的这一类的文字呢，那个史家就说，哎呀，说这个欧阳修整天呜呼哀哉的，意思是他那个感情表达的太充沛了。但是这个正好是体现出这种他的这个像《新五代史》《新唐书》，它里面很多文字都是文学性非常强的，可以跟前四史、跟《史记》那一类的文字相媲美的。关于他的政论文呢，比如说这个《与高斯谏书》，这是一个书信体的政论文。高斯谏，他叫高若乐，那么他是一个元俗雍华的这样一个官僚。一开始呢，在这个政治斗争当中哈，一开始他是左右周旋的，想着哪边都不得罪。可是后来一看矛盾越来越激化，他就倒向了保守派。那么他就是当时是谏官，但是他忘却了他谏官的责任，他反而叽叽喳喳的去攻击范仲淹。这个时候呢，当然这个时候还不是庆历新政，而是在庆历新政大概之前七八年，是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党争也还是比较激烈的。那么这种党争呢，实际上就是一些有着不同的政治见解的，比如说像范仲淹、欧阳修他们这一批呢，一直是说要革新的，比较这个激进的这些革新派和保守派，就是像吕夷简这类的人物，那么他们之间的这种政治斗争一直是存在的。这个当时呢，就是这个高若讷他就站到了吕夷简他们的这些保守派的那一边去攻击范仲淹，于是欧阳修他是一直站在范仲淹这一边的，他就写了这一封《与高斯谏书》。这篇书信体的政论文呢，作者他就是通过写自己对这个高若讷的感受，塑造了一个所谓全区保妻子之臣啊，这样一个可比又可怜的形象。到了后面更是正面的提出了说，像你这样的见风使舵的人对于国家其实是有很大的危害性的。那么这封信它是一个这样一篇辛辣又非常严正的政论文，但是从它的文风来看虽然是一个应用体的这样的一封书信，但是从文风来看，它又具有欧阳修所独有的那样一种从容不迫、迂徐婉转的风格。可以说不仅是鲜明地表现了一位作家的艺术风格，更是表现了一位政治家的在政治上的这种立场风节。这是欧阳修第一次用古文来参加政治斗争，但是他的结果是什么呢？被逐出朝廷，贬为夷陵县令，开始了他的第一次的贬官生涯。然后几年之后，欧阳修又回到京城，参与了范仲淹所领导的庆历新政，但是他的结果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再次的被贬谪，贬为滁州知州。在此之前呢，实际上在欧阳修被贬为滁州知州之前，范仲淹已经被迫离开朝廷，被贬到邓州去担任知州，就是说庆历新政已经是失败了。那么他们在政治革新上没有能够一展宏图，但是却得以在文学革新上获得一个飞跃。范仲淹、欧阳修他们继承了柳宗元的山水游记的创作手法，借描写自然景物来抒发情感，来发表议论，以此来反映社会问题，这就赋予了那种传统的磨山泛水之作一种新的生命。比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他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宏伟的抱负，体现着所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样一种旷达的襟怀。我们知道柳宗元的山水游记
他寄托在自然景物上的这个情是幽怨孤愤的，是无法排遣的。而范仲淹、欧阳修却借自然景物使自己获得了解脱和慰藉，使自己获得了自我超越。比如欧阳修的《风乐亭记》，他通过对客观景物、对人世这个人世兴衰的深刻的感受，来书写自己的哀乐之情。这个第一段，第一段呢，他用非常简练的语言、精炼的语言，很简阔的写了这个全亭的这个风乐亭的风景。比如其中的几句说：“其上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杳然而深藏，中有清泉瓮然而仰出，俯仰左右，故而乐之。于是书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其间。”那么《风乐亭记》也好，《醉翁亭记》也好，都是散文了。但是从这一小段，你就能明显的看出那种所谓引骈入散这样的特色。这么整个的读起来，它是错落有致的，是抑扬顿挫的。这是那么而与滁人往游其间，这是第一段。到了第二段，他突然就不再写山水景物了，他突然插入了关于历史兴亡的感慨，回顾了这个地区由乱到治的缘由，然后最后就归结到说这个天下太平，这是最大的乐事，说是国家的统一才带来了物产的丰饶，从而点明了这个亭子取名叫《风乐亭记》的原因。这个文章当中，它就是这样一再的运用今昔对比的手法，一波三折，一唱三叹，反复的书写，感情色彩非常浓郁。那么我们就再可以跟柳宗元比一比，虽然同样是因为参与政治革新而被贬，但是在欧阳修的这个文字当中，那种个人的不平几乎看不到什么痕迹。欧阳修通过关照历史和现实，使他个人的哀乐和国家和人民的哀乐是融为一体的，从而他就超越了他个人的小我。《醉翁亭记》也是同样的特点，同样是作于滁州，被贬为滁州知州的时候，那《醉翁亭记》这一篇在艺术上更是体现了极为高超的造诣了。这个《醉翁亭记》是一篇诗味非常浓郁的抒情的记体文，同时也是充分的体现欧阳修的散文特色和成就的这样一篇杰作。那么《醉翁亭记》是大家更为熟悉的，他通过对醉翁亭和周围景色的描写，抒发了作者在贬官之后旷达自放、寄情山水、与民同乐这样的一些感情。整篇文章是把叙事、写景、抒情都非常有机的融合起来，那么也是借鉴骈体文的一些手法，所谓引骈入散、骈散相间，使这个文章呢既是有非常精整的雅丽的特色，同时它又非常的简洁轻快流畅，跟那种就是传统的骈体文最大的特色，就是它虽然在语言上是借鉴了骈体的那种对偶啊，那种对这个非常的整饬啊，但是它又不是整饬到矮板，同时呢它不大用典，它总是非常简洁非常轻快流畅，不是给你那种板滞的感觉。比如它表现醉翁亭四时之景的这一段，这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请一位同学来读一读吧，大家共享美文。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玄明，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
风霜高洁，雪落而时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已无穷也。那么像这一段就是非常典型的，它既有很严整的对句，但是又有意的要避免像那个所谓传统的骈体文四六文那种非常严整的对偶，那么以至于给你一种板滞的感觉，它是这个错落有致，抑扬顿挫的。然后还有你看这个什么什么者什么什么也，它贯穿全文的这个也字句，就是这个文章显得非常的舒缓跌宕。而且音调非常邪美，韵味悠长。体制上虽然是借鉴了骈体文，但是它没有骈文的那种典丽繁复，它是给我们很轻快流畅的感觉的，那么就形成平易自然又徐徐委婉的这样的一种风格。这是关于欧阳修的这些抒情的寄体文，还有很多其他类别的各个这不同体式的一些文章都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比如像墓志碑文啊，他的龙冈签表，这是他为他亡故的父母所做的墓表。那么其中其实因为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他对于他的父亲并没有什么印象，那么他在这个文章当中所描写的他的父亲的形象都是通过他母亲转述的，这也是一种比较特别的写法。然后整个的文字呢，它是娓娓道来，所谓语浅情深。而且这篇龙冈签表他是写了差不多20年的时间，所以也是他非常花了非常大的心血做的一篇非常成功的墓表。另外像除来石先生墓志铭、隐师鲁墓志铭，这些墓志铭呢也都是在非常简洁的凝练的笔触当中写出墓主的个性风神。比如说这个除来石先生墓志铭，这是给石介写的墓志铭，隐师鲁呢就是这个隐朱了，都是能够在很简洁的笔触当中写出这个墓主的这种个性风节，深刻含蓄但是又从容委婉。他还有很多的序跋文，在这些序跋文当中呢常常既论人又评文，那么又体现出他自己的一些关于文艺的见解，这也是他传达他的这个文学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了。比如他给苏舜钦写的苏轼文集序这个轼是那个氏族的氏，不是那个他的弟子苏轼。那么这个苏轼文集序呢，就是苏舜钦去世之后，他这个文集有人给他编文集，然后就请欧阳修给他写了一个序。那么在这个序里面，欧阳修是称赞了苏舜钦那样一种特立不移的一种这个人格才华，还有他的这些所谓精玉之文就是非常有成就的这些文了。在这个序里面，欧阳修力考了唐五代数百年以来古文的盛衰变化，然后在这样的一种变化的基础之上，就指出苏舜钦在当时时文流行的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他是独作古文当然不是他一个人了，但是是非常非常他们的这一小批人这几个先行者，他们是非常的有这种这个前瞻性的，在这个文的创作上就指出他这种独作古文的一种可贵。同时呢也对苏舜钦被迫害流落而死的这样的一种不幸的遭际是表达了他的非常深切的同情一种深挚的惋惜和悲愤之情。这个苏轼文集序，包括欧阳修给石延年、给那个释密衍给他们的文集做的序，也都是非常的有特点，同时也是非常的深挚的，对于他的这些在文学上的同道好友都是有非常深挚的感情。还有欧阳修的笔记文也是很有特点这个归田录，这是笔记体的文，
龟田路呢是他在晚年嘛，龟田嘛，这、就是他晚年所做的一个笔记集。这个里面的内容涉及到北宋前期的这些人物事迹、职场制度，还有这个官场的一些轶事等等，就是他的笔调是非常轻松的。其中呢也不乏文学性很强的一些所谓讽刺刺世之作，有时候寥寥几笔就能够写出人物的一种性格神采。这是成为宋代大盛的所谓笔记这一体的早期之作。还有他的六一诗画，这个是第一部以诗画命名的著作，是这个论诗的著作。其实他刚开始欧阳修他自己就叫他诗画，那么后来因为跟着他这种体式来写的诗画作品越来越多了，后人为了以资区别，才把他这一部叫做六一诗画，因为他不是叫六一居士吗？然后第二部是谁写的呢？司马光。司马光那个叫序诗画，为什么叫序诗画呢？因为他就叫诗画，司马光紧跟着他来写了一部序诗画。这些这个诗画呢，它实际上也是笔记体的一种形式，这些都是体现出欧阳修在散文文体上的一种尝试和贡献。实际上这种尝试也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后来宋代笔记和诗画作品都是非常多的。欧阳修在大力的倡导古文的同时，他对于骈文和赋都是并没有一概排斥的，而是在散文的写作当中适当的吸收了骈文和赋的一些手法。那么我们都知道，像骈文啊，它是这个讲求对偶对仗，而赋呢它是有音韵之美的，所以吸收了这些特色，就使它的散文也富有这样的一种节奏感和音韵之美。这是就是把骈文和赋的特点引入到散文当中，而反过来他也把散文的笔法融入到骈文和赋当中去，就使他们更加的流畅，而且更加的切于实用。骈文和赋这相对来说是更注重形式的这种美文类的，那么欧阳修他引入散体的这种笔法，就使它更加流畅了，而且更加切于实用，使这些不同的文都能够归到他的那种所谓要切于实用的这样的一个大的纲领宗旨之下去。那么他就开启了宋代的散文赋和四六文的一种新体式。我们那个接下来再简单的讲一讲这个赋和所谓这个散文赋和这个宋四六。赋这种文体呢，它是由汉魏到六朝到唐，就经过了词赋或者叫古赋、骈赋、律赋这样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发展演变。到了宋代，由于当时这个古文运动的影响，欧阳修他们的这样一些古文家呢，就用散体单行来写赋，在体制上就突破了骈赋和律赋的许多限制。骈赋它的特点，它既然是跟骈文有关系，那么所谓骈呢，它就是对照嘛。律赋那就是要讲求押韵的，所谓当时诗赋取士的这个赋啊，它是当时要考试的一种文体之一了，所以也是很受当事人的重视的，都非常注重这些文词音律的上面的特点。那欧阳修他们用单笔散体来写赋，在体制上就突破了骈赋和律赋的许多的限制，风格上更接近于散体之文，这就产生了文赋。秋声赋，这就是欧阳修的文赋的一篇代表作。这篇赋呢，作者从多方面描写了这个秋天的物态，把这个秋声啊，秋天的声音是怎么样的，这本来是不可捉摸的，但是欧阳修用很多巧妙的比喻，把这个不可捉摸的赋写得非常的生动具体。
一方面他仍然吸取了传统辞赋的那种铺张的手法，所谓赋嘛，就是铺陈呢。那么他就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本质特点上，欧阳修他还是吸收了的，他吸收了这个传统辞赋的这种铺张的手法。另一方面又大胆地打破律赋骈赋的那样的一种格律和模式，完全用散文的形式来写，这样的一个尝试可以说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不仅仅是对宋代的赋有影响，对于之后元明清都是具有一个里程碑式的意义，就是文赋的地位从此确立了。到了后来苏轼的前后赤壁赋，这是可以说是最为有名的文赋了。那么苏轼的前后赤壁赋，它就是接受了秋声赋的直接的影响而写出来的。从此以后这个文赋就超越了词赋骈赋律赋，而成为赋体当中最富于艺术情趣的一种样式。这是关于文赋。骈文宋四六，这个宋四六啊，这也是考研的时候经常考的一个名词解释啊。为什么四六之文到了宋又特意的加上一个宋，成为一个固定的称呼了呢？宋四六它到底具有什么特征呢？欧阳修他是宋代新型骈文，就是所谓这个宋四六的一个倡导者，在他的这个对于骈文的一种改造之下，可以说骈文是走上了新的道路，而且是出现了很多有成就的作家。我们前面也提到过，欧阳修在大力的提倡散文的同时，他就并没有完全否定骈文的价值，他是用了把骈文的很多的手法引入到散文的创作当中去，同时他又积极的用散文的做法、古文的做法来改造骈体。主要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保留了骈文那些对偶声律上的优点和特点，但是摒除了五代以来的那样一种浮艳的卑弱的风格。以古文的气势注入到骈文的结构，不再讲究史诗用典、雕章琢句。我们刚才也说了，骈文他特别喜欢史诗用典的，特别喜欢这个精巧的雕琢。但是欧阳修的改造就是用古文的那种流畅的气势注入到骈文的结构当中，不再讲究史诗用典，而是措辞自然，中间用那加入到很多虚字，这个虚字就是文气非常的流转，而且长短皆宜，不再是写那种长篇的那种骈文，所以就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形成了新的风格。比如这一篇西湖念雨，这篇特别有意思。什么叫念雨呢？就是欧阳修有一组采桑子的谷子词，就是那个群芳过后西湖好。这个谷子词呢，我们在讲词的时候再会提到，谷子词是一种歌舞演唱的这样的一种词，它跟那个后来定型为文人的抒情独唱的那个词呢还不大一样啊。这个谷子词呢，它常常是要用于歌舞表演的。然后欧阳修他就做了一组采桑子的谷子词，这个谷子词呢，这不是一组吗？然后他的那个前面还有一个开幕词，这个开幕词就叫做念语或者是致语。这就是西湖念语，他用骈文写的。昔者王子游之爱竹，造门不问于主人，陶渊明之卧鱼，御酒便留于道上，况西湖之盛盖，善东影之佳名，虽美景良辰，故多于高会，而清风明月，幸属于闲人，并由祸结于良朋，诚信有时而独往，
明蛙暂听，安问属官而属私，曲水灵流，自可一山而一咏，至欢人而意会，以旁若于无人，乃至偶来常胜于特来，前言可信，所有虽非与己有，其德已多，因翻旧阙之词，写以新翻之调，感陈博记，聊佐清欢。虽然是逢场作戏的应酬文字，这是给歌妓来做的这个骨子词嘛，那么是这种应酬文字，但是我们读来神采飞扬，心会淋漓，令人神往不已。那么像这一类的骈文呢，又非常的有艺术之美，但是我们刚才这一路读下来，你看它不用什么典故，即使用像什么王子猷啊、陶渊明啊，这也不用说了，这个太浅显了，这不算是什么点了，几乎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后面的也都是一些非常流畅的表达。这是关于欧阳修的赋和骈文。那么关于欧阳修的文呢，我们就讲这么多了。欧阳修不仅是一代散文大家，在诗歌创作上，刚才讲到了是这个所谓欧王苏黄第一家，在诗歌创作上也是很有成就的，确立了宋调的很多的基本特征。他跟这个梅尧臣、苏舜钦是宋调的开创者。他的诗风的形成呢，可以说是也是受到了多种诗歌传统的影响。欧阳修是学者，他是有很深厚的学术修养的，所以他就跟那个杨毅、刘云他们一样，喜欢那种就是很有底蕴的那样一种创作，所以他会赞赏杨毅他们的这种对于西昆体的这种所谓雄文博学，比例有余，他是抱着一种赞赏的态度。早期的一些诗歌在语词上也好，意境上也好，都不难看出是受到了西昆体的很多影响的。但是我们都知道欧阳修他当然是要自立的了，他的这种对于前人诗歌传统的学习，西昆体呢他只是部分的借鉴，他更多的取法的前人的诗歌创作是谁的呢？应当说是杜甫和这个韩愈。当然他也有一些李白的风范，比如那首在教堂上好像也提到了那首庐山高吧。那么这首庐山高很有意思了，他的那个整体上的那个内容上也好，风貌上也好，跟李白的庐山谣是颇有相似之处的。但是押险韵大家可以去读一读那首庐山高。那么欧阳修他押的是险韵，就是什么是险韵呢？就是那个我们都知道要分韵部嘛，在这个韵部里面如果字很少的那么或者说是很难押好的那样的一些字，就是属于险韵。他的这首庐山高呢就是押险韵，押险韵这一点上那就是又是跟韩愈比较接近了。那么欧阳修就是说他更多的是取法杜甫和韩愈，比如像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这些特点呢都是在杜甫在韩愈的诗里面已经有表现，那么被欧阳修所继承并且发展成为典型的宋调。欧阳修在这个有一首诗叫《镇阳读书》，这首诗里面他说这个开口揽时事，议论争惶惶。那么这两句他就指出了宋人关注现实，喜欢议论时事这样的一些特点。我们先休息一下。